首先我代表客户部感谢饭店对我们客户部的鼓励，我们欣慰地看到又一位我们客户部的员工荣获了代表我们万城大酒店最高荣誉的微笑奖章。在此我们也应该感谢潘玉龙，感谢他在这次担任贵宾天使管家的工作中，以自己勤奋诚实的努力赢得了客人的信任和好评，也为我们客户部争得了荣誉。我们希望潘玉龙再接再厉，为我们万城大酒店的事业再立新功。现在我宣布，经客户部研究并经饭店人力资源部核准，任命潘玉龙为万城大酒店客户部行政楼领班。另外经饭店研究决定一次性奖励潘玉龙奖金人民币3000元整，现在由住店经理颁发奖金。这次潘玉龙和客户部对韩国时代公司董事长的接待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仅为饭店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最近时代公司又在我们饭店预定了好几个大型活动和一个重大会议，将为饭店增加100万以上的收入。希望各部门能以此为榜样，做好每一个客人接待工作，不断地为饭店增加未来的营收潜能。最后祝贺潘玉龙荣获饭店的微笑奖章，也预祝他在不远的将来能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五星饭店的贴身管家。毛律师，来啦。